泰姿影视锦赛力拼八强，今日赛事预告与转播，各位读者早安，自由体育替您献上精彩的赛事与转播咯。2018世界羽球锦标赛，球后戴姿颖去年因世大运而缺席，今年她将力拼首座世锦赛，今日早上10点将对上世界排名第12的美国华裔好手张蓓雯，双方生涯5次交手，张蓓雯以2胜3败居于下风，近期则是对战2连败。男子单打部分，周天成将对上巴西好手科伊豪，另外双打的赛事，廖敏俊、苏敬恒以及陈宏林、王麒麟和李嘉欣、王麒麟等组合皆有出赛，请球迷打开电视为台湾加油。中职今天则是两地开打，首先是龙头对决，中信兄弟对决拉米戈桃园，此役两队皆派出土头登板先发，兄弟杨志龙将对上桃园林化庆，另一地统一师原本先发投手罗里奇因手指刮伤跳过先发，将由本土投手洪新奇顶替应战，富邦悍将则是派出罗力挂帅先发。喜爱中职的观众朋友准时锁定转播，无法收看的球迷也可以透过自由体育文字转播掌握最新动态。大联盟例行赛方面，早上7点天使将对上光芒，另一场赛事酿酒人对决道奇将在10点展开。国联中区的酿酒人目前与小熊并列第一，道奇则是距离国联西区响尾蛇只有 0.5 场的胜差，两队势必要为抢进季后赛拿下至关重要的一胜。精彩绝伦的棒球赛事，球迷千万不要错过咯。